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你们家。我也不适合。你从小就这样吗？跟你小时候差不多吧。那过去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习惯吗？不习惯，也不喜欢，但无法摆脱啊。我认为血缘关系是这世上唯一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。我喜欢简单的生活。 喜欢金星胜过喜欢自己居住的地球。火星也可以啊。你后悔吗？突然回来，在不来梅的时候你讲这些，我还不了解你们家。现在看来，好像所有人都不希望你回来。不后悔啊。即便你做再多的事情。 都要先尽自己的力，保护好脚下的土地。如果保护不好的话，同胞就没有坚强的后盾了，不是吗？嗯，就像过去的犹太人，不管生活在世界上哪个角落，如果没有强大的祖国，随时都可能朝不保夕。你这里。 装了太多东西了，我占一小部分就可以。但是，要是感情这分支的全部，好啊，全部。